叫黄金昌啦，叫安啦，即句台词已经即句无讲啊，为啥黄金昌贵到袂懵的啦？太贵的贵，来，太贵，真的太贵了，媲美白昌，哦，一只五百公斤，两只带一公斤，外口批发价就是五百，两只带五百，卖五百，四百三个，三百来，三百，要吃黄金昌，黄金昌好吃，又哩，三百，三百无。无在调买三百，要食黄金昌的人发声，因为这大家拢爱食，问题是介绍的问题，啊，这么太贵，现在价钱真的太贵。小姐，你吃不吃？不吃。来，我刚招一个，我优待李亚哥来。李亚哥，要食李亚哥？那无买，哦，这无免叫。钓一个啊！这已经钓几杯，恁阿哥无在调买。一二三四，没有了。有谁要吃的吗？来，阿姨好。这跟你讲真诶啊，这本钱唔止啊，遐死人一台斤外口卖到你遐吃的。李亚哥，最后三个客人喜欢你就买，哈、哦，买贵还可以退差价。来，李亚哥，李亚哥有无？李亚哥有有诶话声来无来话收？太老贵啊！港式萝卜糕啦，纯正啦，百五，两包百五。来，百五啊。哎呀，这个西迪啊，给这。来，百五，港式萝卜糕来，百五。港式萝卜糕来，再来三个客人啊。来，百五，这比咱家己手工做的萝卜糕搁较好食，因为这是改良式的。来，百五。百五一声，两声，三声，就拜托恁啦，上啊，迄个德兴帮我。懂一点，装箱啊，装箱子，我进冷冻库，剩下的东西不卖了哦，不要做那么累，早一点回家。来，报告，报告，我画箱来，我画箱。那个好，好冷棒啊，那个小溪，你帮我搬那个石斑跟鳕鱼。冷棒呀。来，谢谢。你来切一个刷鱼吧，切一个分大家吃吃，啊，到鱼头，咱来压压分分的哈。所以我要发收了哈。哎呦，这包破的，红色的，我哪有色？好，今日啊来切你的迄个啊，刷鱼吧，切切条，切切条，咱要收单，我不爱卖啊。哦，累了累了。来，想要吃三百鱼头的。卖红我开偌多，两百，今麦煞卖伊真贵，哦。这线摕来店的，摕来咱店的。两百几块，卖红我你开，啊一只来开三十，要吃的卖红你开一百，九十、八十、七十、五十了，想要吃的？来，来一个。来啊，连热汤就够本了啦，五十啊。来弄。哦，那再一个水可以大的啊，水往正的话会。哇，两个哇，我了解啊，多大啊？三皮五百，两个坑社会吧。后切的，唔免阁收。来啊，再一个，要不要？嗯。啊，你过瘾，顶级的你可以去看。明天来不？来，我来。来。老板，等我。来，鳕鱼俗啊，好食较重要啦。啊，一只三百啊，两百几块啊。小金箱子呢？怎么没有给我？给我了，来装一装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反正现在我没有鳗鱼。你无来？加几嘞？加几嘞？来啦，我包啦。老板，我要一份。好啦，要吃较紧啦，五十了。紧嘞，最后三个尔，最后四个人去尔。来，五十啦。还佫会烧啊，造物。Thank you, and I am. 五十了。加一个哦，好啦。最后两个啦，五十啦，有人爱无？哦，五十。哎，还有一个，回头。
那个小鸡我要带去店里的啦。来，你跟什么放在一起？贵宾档的啦。二来，都是萝卜糕。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了，我们要下播了。然后还没有订阅的大家要赶快订阅哦，然后如果不嫌弃的大家，欢迎大家跳过来 YouTube 搜寻西湖小辣椒或是大头家海鲜加卖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订阅30000我们就会抽电视冰箱冷冻柜，感谢大家。然后还没有按赞的要帮我按一波赞哦，我们今天就直播到这边，礼拜六见哦。大家拜拜，星期六见。哎，倒嘞！伊个倒伫遮，插伫遮，插伫刷伊遮。来啊！卖讲安尼，伊人买诶，1500啦，敢若是了3斤重，来开4500啦。伊上卖啥？哪会变2件？我插一件尔呢。卖讲你开4500啦，我插一件。3500来。300元，我今天拿猪肉，开4500元，300元，都是在要吃，这你回去哦，烧水就较强一点，哦，铁炉啊，卤炉的，嫌皮炉臭，才好吃，Q Q，哦，还是要比较好，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了，礼拜六见哦，大家拜拜，300元还无，200元。